头发，你把你脸漂亮的脸蛋全挡光了。我觉得你今天就应该调整到最壮最佳是吧？你明天来不及的，你明天如果搞了以后大脑袋你怎么办？外来的星期几像理工就业去，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我不听。你要考虑到就是对方观众他想什么，说他还猜哎这是白冰吗，而且不像。对，我担心那这已经犹豫了。我就担心、这个、就几分钟，你不是演一部电视剧，你三十个姐姐，你要突出你个人魅力，不是你在这标新立异，好吧？我当然要加强记忆啊，怎么可能我为了标新立异，我让他们猜呀、啊？偶尔感到失落，我也不会示弱，我做我自己，披星戴月闯荡的盖世英雄。静姐的话还是说服了我，放弃那个标新立异的造型。而且我今天看到了有三个姐姐现在都是这样的发型，我觉得静姐的选择太对了。